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, 太搞了！我是墨镜哥，今天墨镜哥又找到了一款奇葩的游戏，跟我们昨天那一个，前几天啊、忘记什么时候，刚我们之前玩的那个秃头登顶游戏几乎是如出一辙的，如出一辙是什么？啊，不管，几乎是如出一辙啊，好吧？那今天的这个主角不一样了，换成一个女高中生啊，这个游戏叫做什么？高中女生爆大根啊！哇靠，这个名字真是有够难听的。爆大根，这个裙子怎么没有掉下来呢？真可惜。好的，开始第一根 ，Let's go， 第一根，啊、哦，这肯定有问题。你看，哈、哦，这个对我来说，哇，有了这个洞，我靠哟，要继续吗？速度太慢了。有了我们上次的这个经验，这边没有问题了，这边有问题。这女的跑好快哦，而且这游戏难度比较高哎，她一开始就一大堆这个长出来的毛啊，哇，这是上次来的是智毛吗？这是凸出来这个胡萝卜长毛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萝卜挑战啊，现在变萝卜挑战了，好，征服萝卜吧，卡嘛，征服这一根，快速通过，快速通过。切莫犹豫！为什么会不能动？我刚刚为什么不能动啊？我发现这好像有点机关哦。第二根10秒41:7，4:41:7是什么语法？10秒41:7，好吧。第三根 ，Let's go！ 我速度变慢了！我速度变慢了！哇，而且它被这个毛轰出去的那个声音很有威力耶！哇，你看。像是被核弹炸到一样，通过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哎呦，很多机关，很多机关，哇，这比那个秃头登顶王还要更多机关，过关了 ，OK， 好，来吧，我们今天就挑战到第十根看看好了。这高度变高了耶！还有那个来遮我的视线，哇，真的被挡到了，哇，他奶奶的，就给我爬快一点，给我 ！通过！爬！那一根从我的胯下穿过去，花了24秒，这根真的是比较难爬一点。好像这一根长得比一根高哦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根比较矮，然后越来越高，哇靠，跟到时候会不会长到这根云上面来？哇，这太扯了哦！这一根非常的粗壮啊，绝对是，哈。会喜欢的类型，刚刚好被卡住没有动，通过，哇，这个如日中天呐、啊，哇，这个气势如虹，16秒就完成了这一根大什么？不能讲。第六根，第六根变矮了、哦，通过，迅速通过，这个眼镜，我戴了墨镜，我谁叫你戴墨镜的？你又不是墨镜哥，你戴墨镜？啊，他奶奶的！这边也没问题嘛，其实。啊靠！通过！哇，碎啦！这其实还好啊，戴了那个墨镜，视野变小之后，其实还是过得去。难度在哪里？这个弹两下哦，这个机关有点不太一样了，哇，这个扭曲的，哇，我的头被蒙到了，堂姐飞出去了，好，这个，啪，通过，我爬，呀 ，easy，so easy。第七根长得比较高了，第八根，马上就要到第
第十根啦、啊！哎呦，赶快爬过去！我这也赶快爬过去！哇，这一路爬过去！哎呦，我就前面这个，前面这个，哦，还真的不一样！我看那个洞就觉得不太对劲啊！嗨，还不是一样，18秒就给我过关了。第九根，为什么会高中女生在爬这个萝卜呢？这到底是哪来的逻辑创出这个游戏的？日本人真的是创意无极限。哎，这有按钮，按钮是怎么一回事？他们没问题呀、啊？哎，没问题呀、啊！哎，这关怎么比三关更简单呢、啊？第十根，哇！我这关爬我就他奶奶的结束了。这样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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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会有星星？哇靠！我被打死了！哇靠！怎么会星星也爬这个？哎，他爬太快了，他爬太快了！啊！哦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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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呀！跟星星比爬山啊！跟星星比爬山，我还爬得赢他啊！哇，这星星人家是专门爬树的啊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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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靠！后面有个黑色大怪物！哦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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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呦！哎，上来了，上来啊，上来啊，你上来啊，你上来，我的内裤就掀开给你看。Come on， 为努力不懈的女高中生以及开发者打气，分享你的感想吧。OK， 那这个游戏呢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的奇葩的游戏。那各位想下载的话呢，啊，这边抱紧大根的这个女高中生啊，自己下载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游戏到这边了。如果你想看续集的话，就千万记得订阅墨迹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按个赞，留个言，记不记得哦？OK， 那就这样子了，我们就 See you tomorrow， 拜拜。